对。你知道跟杨讲什么吗？他说你那么暴力，你妈知道吗？好哦，这只给你啊，快点啊，你把这只吃掉了。哎，再来就是要我，给你了还是要我明道你？好了，好好好。不是他吃的有点鄙视，你知道吗？听到我在吃的那种鄙视。对啊，我在吃，我在吃。